我是 Kiwi，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你们刚刚在片头看到的那些美妆品、保养品还有生活用品。那我购入的东西有点多，所以会分成两集，一集是彩妆品，一集是保养品跟一些生活用品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彩妆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台湾的药妆店可以买到的，像宝雅、 Tomos、 康仕美、屈臣氏，所以都还蛮容易取得的。除了有一些保养品那一集可能会有一些是韩国代购，然后还有专柜的香氛。第一个是 Clio 的 Water Me Please BB 霜，这一支非常的有名，有很多 YouTuber 跟部落客都喜欢使用它，然后它是开价品牌，所以非常的便宜，然后听说也很好用。今天我第一次使用它，我现在脸上的妆容是使用它。那对于它的持妆度我不确定，因为我现在持妆了两个小时，但我觉得它的妆效是比较干爽的，我没有使用蜜粉定妆，但是我也不会觉得黏腻感或不舒服。然后他们没有色号的分别，所以它只有一种色号，对我来讲我觉得刚刚好，但我不确定对于健康肤质的人来说会不会太白了一点。那它的遮瑕度还不错，保湿度也还不错，然后延展性也还蛮好的，只是我不太喜欢它有一个味道，就是在上妆的时候会有一直闻到这个味道，但是在上完妆之后在脸上的持妆的时间是不会闻到那个味道，就是只有在你在画的时候，你在上妆的时候会闻到。再来第二个是这个，这是我在康仕美找到的小玩具。那这个之后我会跟韩国的美妆蛋做一个妆效的 PK， 只是现在韩国的美妆蛋就是我手边的已经被我们家猫咪玩坏了，所以之后等到新的来了之后我就会拍这一部影片。第三个也是底妆产品，1028的遮瑕盘，它是这样两个颜色，一个是偏橘，一个是偏黄绿色的。然后看一下可不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有一点点油油的滋润的质地，然后有冒出一点点油油的那种感觉。但我实际试在脸上，我觉得它会让我的眼周的干纹有一点点浮现，就是比其他的我手边的遮瑕明显一点点，然后是不会到，它不会让皮肤感觉到干，也不会让眼周感觉到干，只是它会让那些细纹有一点点的明显。然后我觉得它的色号对我来讲有点黄，觉得可以透过调整它的上妆程序去改善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会先上遮瑕，上完遮瑕之后再上我的底妆，那让它融合在一起之后就不会让这个遮瑕感觉到那么黄，不然如果它在底妆之后上会有一块黄黄的在我眼下这边。再来是眉毛的产品，眉毛产品有四个，我手边有一些开价的眉毛产品，然后我最近购入一些新的，我想说之后可以写一个文章去写我对他们的感想，还有他们上妆起来的妆效比较。第一个跟你们介绍的是这支惹我的眉笔，这支是我从高中就开始爱用的眉笔，先是这边第一个，它上起来的是有点茶色，然后我这几年比较少用它，因为它是铅笔型的，要用削笔器去削，我觉得比较麻烦。第二个是拆线眉笔，这个是在宝雅买的，然后我会买这个拆线眉笔完全就是因为我看了九分宝的影片，我觉得它很可爱。他说身为彩妆控，但是身上没钱的时候还是很想要买彩妆品啊，那怎么办，就去宝雅买拆线眉笔，所以我就买了拆线眉笔回来试试看。但我觉得它画在手上有一点点痛耶。第二个颜色，这个颜色
它是深茶色，但是我觉得它画起来有点偏红棕色，没有到非常非常红的棕色，但是有一点点红。然后它在上色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不是很均匀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这边，而且有一点刮我的手，就是有点刮我的皮肤。但是因为它很便宜，所以就买回来玩玩看。第三个是 Maybelline 的，这是我这次买的眉毛产品中我最喜欢的一个，是这个，我已经拆开使用过了。然后我这边的眉毛也是用这个画的，它是一个眉胶笔，但是它的妆感在完妆之后看起来会有点粉雾感。它名字叫做宛若真眉柔雾塑形眉胶笔，在画的时候它比一般的眉笔更容易上色，它的颜色在这边，那它画起来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粉雾，很像用眉粉上色，然后也不太容易搓掉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我买的颜色是 BR1， 也是偏灰的棕色，这个我觉得很棒，非常喜欢。当初我在开架上面试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，我买这支也是最后一支。这个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蛮热卖，刚好我去的康士美跟屈臣氏都已经没有货了，然后其他我去康士美的时候其他颜色还有货，但是这个 BR1 没有货，所以我后来又去屈臣氏，屈臣氏所有的颜色都没货，只剩下最后一支 BR1， 所以我就立刻把它带回家。再来是也是 Maybelline 的眉蜡，这个还蛮多人推荐的，所以我一样把它带回家试试看。它的名字叫 Fashion Brown， 然后颜色我是买 Dark Brown， 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偏黄的棕色，一个是看起来比较偏红一点点的棕色，就是这一块。它看起来其实没有偏红，但它上在手上它其实蛮红的。我这边是用这个上的，然后我是先用眉蜡打底，打完底之后再用眉粉去定妆，巧克力色的感觉，然后我再用眉粉去定妆之后它就变成一个红棕色，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眉粉的颜色。第二个，它看起来虽然没有红色，但是它实际定妆上面是红红的，我个人是还没有爱上它，但是我觉得还算不错用，只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偏红，所以不太适合我。我这边是使用这个颜上的，我觉得它可以画眉蜡，可以画出来很欧美妆的眉毛的那种利落感，然后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我两边眉毛差距，这边就是这一块 Fashion Brow， 另外这边一样是 Maybelline， 就是他们这个宛若真眉的眉胶笔，我比较喜欢这一个。再来是眼线笔，眼线笔有买这三支，这三支都是在屈臣氏买到的。这一支是 Majolica， 这一支是韩国的品牌，它的名字叫做 Facey。第三个这个是台湾的品牌，叫做 Hime， 应该念 Hime 吧 ，H-E-M-E。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它的资料，发现它是华研音乐的相关企业，然后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。质地我觉得还不错，现在试色给你们看看。第一个是 Majolica 的咖啡色眼影，因为我最近想要收集咖啡色眼影，它是一个偏红一点点的咖啡色，红棕色，然后没有任何的亮片，也没有任何的金属光泽，没有珠光。然后第二支是韩国Facey 的它是有一点点古铜色，然后画起来比较粗一点点，有一个金属的光泽，然后它很特别是它后面打开它有一个削笔器，如果你觉得它不够尖的话你可以直接削它，它前面是可以直接转出来，不是铅笔型，你不需要拿削笔器去削它，然后后面盖子打开还有一个刷子，它可以把眼线晕开，
可以变成眼影笔，我觉得这支非常好用。再来是台湾的品牌黑米，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正统的咖巧克力色，没有特别偏红，也没有特别偏黄，就是巧克力色。它看起来，它其实带有一点点的金粉，但是看不太出来。实际看它的笔芯上面是有一点点金色的亮粉，但是它的亮粉非常的细腻，所以其实也不是太明显。如果你是想要追求比较闪亮的亮粉的话，这支不用考虑，它画起来基本上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眼线笔。然后它后面的头打开是一个海绵，一样是可以去把它推开，只是我觉得这个海绵头很硬，而且它推开不均匀，因为太硬了，所以它有点像是，我不知道它的用意是要让你把它晕开，还是让你把它擦掉？因为我觉得它硬到就是你可以把它擦，把你眼睛上面画的痕迹都擦掉了。再来是睫毛膏，睫毛膏我买了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是睫毛的卸除液。我们先来说睫毛膏，这个是 Kiss Me 的睫毛膏，然后这个是他们最近出的新款，它有 FG 的特用品件。我还蛮相信这个 FG 的特优品件，通常买有它这个特优品件的产品都不会到太难用。然后打开来，它的新款的包装是盖子是有渐层的，然后我手边有旧款，旧款是没有渐层的。这个之后我一样会写文章做比较，把手边所拥有的 Kiss Me 做一个比较，这是我现在有的跟新款的。然后我这次还买了这个，是睫毛膏的卸除液。我就想说我太喜欢 Kiss Me 他们家的睫毛膏，我自从用过 Kiss Me 的睫毛膏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换过开价的睫毛膏品牌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回来试试看。因为他们家的睫毛膏其实防水性跟抗晕染都还蛮强的，其实非常的不好卸。如果你用一般的眼唇卸妆液跟其他的睫毛膏比起来，它需要敷的时间会比较久。那因为我最近眼周干纹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我就想说买这个回来试，如果卸妆先涂在眼睫毛上面然后再去擦掉，会不会比较 不用太过用力的搓揉啊。我就想说用这个的话卸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轻松，让我眼周的细纹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，所以我就买这个回来。这个我之后会再写文章分享，应该会跟睫毛膏的比较一起做一个分享，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人可以就是 follow 我的部落格。再来最后一个眼妆的产品是这个双眼皮贴，我没有贴过双眼皮贴，然后我也不会贴双眼皮贴，我不知道哪个好用，所以这个不要看到我买就去买，因为我不确定它好不好用，我只是因为它很便宜所以想买回来练习看看而已。唇膏是这两支 Revlon 的唇笔，然后贴纸已经撕掉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它是像蜡笔型的唇笔，然后我买了两个颜色，是比较属于秋冬色，一个是我嘴巴上的这个棕色，一个是玫红色。它擦上去有一点点凉凉的味道，有点像薄荷糖，大概擦上去过三分钟到五分钟之后，那个凉凉的感觉就会消失，闻起来在你脸上的时候你也不会闻到那个薄荷糖的味道了。然后色号是红棕色的色号是265，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好看，我会再去回购。我几乎最近几乎每天都擦这个颜色，我觉得非常好看，试给你们看。
有一点点偏黄的砖红色，然后再来是玫红色，这颜色也很好看，质地非常滑顺，也非常显色。只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它在你擦了一段时间过后，你去抿嘴唇，这样抿完之后会有点不均匀。但是你要很仔细很仔细看，才会发现就是你抿完之后不太均匀。然后它是雾面的，但是它不会觉得干，也不会觉得不舒服。但它不算是很持久的雾面唇膏，就是你在吃饭或是你在喝东西的时候还是会掉色的，所以还是需要。以上就是我近期的开价彩妆购物分享，如果你对我刚刚提到的睫毛膏、眼线笔跟眉笔有兴趣的人，记得要 follow 我的部落格，我会用文章去做心得分享。如果你对透明粉扑有兴趣的人，记得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之后会跟海绵蛋去做一个 PK 影片。那不要忘记还有下一集是开价保养品跟生活用品的分享，拜拜。